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前两日的星光大闪活动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多数吃瓜群众的目光，相应的与之有关的话题也是霸占了微博热搜榜，甚至有网友统计，在活动期间竟然有180多条话题登上微博热搜，其热度之高可见一斑。当然，作为一场圈内盛会，吃瓜群众关注的自然是到场的明星艺人，尤其是女明星的服装造型，毕竟是聚集了圈内有数的小花，在红毯环节谁的造型更美，也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在活动结束后，有网友在虎扑搞了个相关的投票，在网络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关注。选项中，网友列出了宋茜、唐嫣、杨幂、杨超越、杨紫、迪丽热巴、赵露思这几位圈内正当红的流量小花。投票中可以看到，顶流杨紫成了垫底的存在，且票数仅有56票，占比0.7%。这一数据对于一位顶流来说，无疑是非常低了，甚至是有点尴尬。毕竟以杨紫在网络上的影响力，怎么着也不应该只有几十票的。虽说在星光大赏活动结束后，杨紫的造型没少被人调侃，甚至还有人称她穿越到了春晚，但即使是这样，杨紫毕竟是实打实的圈内顶流啊，如此成绩多少也是有些说不过去了。不过想想虎扑作为圈内知名的直男聚集地，对杨紫这种长相的女生不感冒也是正常的事情。而且老实讲，杨紫在外形方面确实是比较一般啊，不说和别的女明星比了，就是和她自己小时候演的夏雪比起来，就缺少了一些灵性啊。在星光大赏活动结束后，有好事者将杨紫身上穿的礼服替到热巴身上，结果两人就呈现出不同的效果。虽说这种方式有点过了，但结果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不过热巴虽然是天生的衣架，但在此次投票活动中也仅仅是排在了第二，1901票，25.2%的占比。作为圈内与杨紫齐名的当红小花，热巴的此份成绩无疑要远远甩开杨紫了。事实上，从星光大赏活动结束后两家的粉丝状态就能看出一二，当时杨紫粉丝都在工作室微博下留言谩骂，而迪丽热巴的粉丝却在夸赞，连一向严苛的粉丝都能征服，也足以说明热巴的造型有多成功了。而本以为能够胜过迪丽热巴的会是其姐姐杨幂的，可谁知并不是如此。投票中杨幂仅有702票，占比不过9.3%，算名次的话也只是排在第四。据了解，当天杨幂以一袭粉色纱裙搭配大大的蝴蝶结出镜，高雅中又不失少女气质，而且发型也是配套蝴蝶结，谁看了不得夸赞一番。不过这些在虎扑网友眼里依旧比不得元气少女杨超越啊。投票中杨超越以2328票稳稳占据第一。作为圈内当红的流量爱豆，杨超越的颜值自然是很出众，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会超越热巴、杨幂等人拍到第一啊。想必有不少吃瓜群众看到投票结果后，第一时间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。据了解，当天超越妹妹以一袭粉色托顶花包仙裙亮相红毯，浪漫氤氲，恰如粉色氤氲中的绝美花仙子。不过真正使其登上投票第一的，估计并不全是杨超越此次的造型，更多的恐怕还是其甜美可爱的长相吧。这对于直男的杀伤力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想来这也是其能够超越热巴的主要原因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